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 Lean 的 Cell 编程与实践。今天我们学习 Cell 程序中的循环结构。这节课我们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 for 和 while 的循环结构，第二个是 continue，还有 break，还有 while read 这种循环结构。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 for 和 while 的循环结构。首先看一下 for 循环结构。什么叫 for 循环结构？我们以前在这个 C 语言的学习中也学习过这个 for 的循环结构，但是这个在 Linux Shell 编程里面啊，这个 for 循环结构和这个之前的 C 的 for 循环结构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一块如果大家对 C 语言的 for 循环结构是比较熟的话，这一块是掌握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好，首先看一下这个Shell 里面的这个 for 循环结构的分类，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便利列表式的这种循环结构，第二类是这个 C 语言风格的循环结构，我们叫传统的这个，我们叫它为传统的这个 for 循环结构。好，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便利列表式的循环结构哈。首先看它的语法，第一 for，然后变量 in 一个列表，list 是一个列表哈，然后 do down 这是一组，缺一不可，不能少一个任何一个东西。然后 statement 表示循环体。啊，这是我们定义，这是我们想做的这个程序想做的内容，对不对？好，这个便利列表式的循环结构的语法是非常简单的啊，大家要注意如何是一定要掌握这是怎么用的。好，下面我们演练一下，用 SEQ，第一个是用 SEQ 这样一个命令产生一个序列范围来控制便利的次数啊。SEQ 这个命令大家不知道有那个熟不熟悉？啊，这里我说一下哈，SEQ 这个命令啊，是产生一个序列的列表啊，产生一个数到另一个数之间的所有整数。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 SEQ 10这个命令，它会产生什么东西呢？它会产生一到十的一个整数的一个序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它会产生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多值的一个序列啊。当然，我们可以执行这样，SEQ 十到20，那么它会产生什么呢？它会产生十、11、12、13，一直到20这样一个序列啊。大家对这个命令要熟悉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使经常来控制，用这个命令来控制这个执行的循环次数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脚本哈，看一下服务器脚本，首先看一下这个程序。for 一杠一点 sh 好，然后 for i 这个变量 in 一个列表，这个列表是什么呢？$f 用 $f 执行，$f 表示小括号，表示是执行这样一个命令，对不对？seq 三就产生一到三的一个序列，对不对？好，do down 对不对？这是一组，然后输出 output $i 就输出这个 $i 这个变量的值。啊，这个程序的功能就这样的。好，我们执行一下看一下，sh for 一杠一点 sh，好，对不对？就输出一二三这个变量，这个循环输出这些变量。好，这个功能，这个程序的功能就这样。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啊，这个命令我们看一下哈，seq 是产生一个连续的序列，对不对？当然，我们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个序列是不连续的，我们如何控制？如何控制呢？对不对？这是我们又看第二个例子，比如说命令序列它不是一个连续的情况，这时候你怎么处理？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程序，叫看一下 catch for 一杠二点 h，这个程序功能干什么呢？看一下。for my dir 表示这一个变量 in a b c e 勾，这是不是一个连续的变量，对不对？那么这我为什么要不连续变量的时候不连续的话，这个地方用空格隔开啊，依次写上这些变量的值啊，然后执行循环体的内部执行循环体，然后 do 和 down 是循环体内部，看一下 make dir 创建目录，对不对？创建目录啊，然后。到了 my dir 创建我定义的这些序列列表，对不对？依次创建，
然后拆解完之后呢，然后给予755的权限，啊，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执行一下 SH。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当前目录有没有这些目录 A、B、C、E 够没有这些目录吧，对吧？好，我们拆解一下执行一下，看一下 SH for 1.2.sh。好，你创建了一些目录，对不对？我看一下有没有，是不是已经有了，对不对？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观察一下哈，这个例子里面跟刚才那个序列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刚才序列是一个连续的序列，这里面是一个非连续的序列啊。这个序列里面就是，如果我们有多少变量的值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值依次给它列上去，就是添加上去，以空格隔开啊。这个方法一定要掌握啊，在后期的我们会在程序中会经常使用到的，因为在连续的序列里面并不是特别常见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这个非连续的序列里面，这用这种方法是能解决非常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那个传统的这种类似于 C 语言这种风格结构，类似于这个 C 语言这种。风格的这个 for 循环结构啊，这种话我大家都比较简单了哈。好，我解释一下，我们看一下语法啊，for，然后两个括号，两个括号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地方与 C 语言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啊。解释一下，当 for 循环为条件为真实，就这里面的这个条件为真实。执行循环体中的语句，执行循环体中的语句，啊，这是循环体，对不对？逗号当时内部是循环体，啊，这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个双括号是一定要注意的啊，你写成单括号是肯定是不对的。好，我们看程序，这程序功能是什么呢？创建一年中1月到12月所使用的数据库。将调用的统计的结果插入到相应的月份中啊，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功能，程序的功能啊。最主要是创建一年中1月到12月所使用的数据库，我们用采用 for 循环结构来实现啊。好，我们看一下程序。看一下程序啊，程序的功能演练程序中 for 循环结构。第二，程序功能是提前创建一年中1月到12月所使用的数据库，将调用的统计结果插入到相应的月份中啊，这是一个统计分析的一个脚本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for 两个大括号，month 等于一，month 是一个变量，对不对？$month 只要等于12，这是然后 month 加加，这地方是不是和 C 语言这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两个大括号，两个小括号，对不对？然后逗和 down 之间，这是一组匹配的，不要少，不要缺少了哈，这是循环体，然后创建，echo，好，看一下这个循环体哈，echo，然后 create database，然后 endless，然后到了 month 就表示我们这个的变量，对不对？好，这个程序就讲完了，我们看执行一下，看一下。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程序这个 sleep 一是表示停顿1秒的意思啊。然后呢，下面这个命令就是我给它注释掉了啊。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写成我们这个连接数据库，然后创建这样一个数据库，带有月份的数据库啊。这个我注释掉了。其实我们这种可以把井号去掉，让真正执行啊。好，这地方我演示一下。sh for 2.sh 创建十二个月的数据库大家看一下，九、十、11、12，结束。好，这个程序这个 for 循环结构我们就讲完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大家这个通过这个例子呢，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两个括号。两个括号的这个是，千万不要写成一个括号啊，一对括号啊。好，这个 for 型结构我们讲完了，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 Y 循环结构。好，Y 循环结构大家在这个 C 语言中也学习过，对不对？啊，这个 Linux Shell 编程的 Y 循环结构啊，和这个C 语言的 Y 循环结构是类似的啊，只不过说它的书写格式上是有点不一样啊，这个就原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这块如果 C 语言学习比较对这块学习比较精通的话，这个 Shell 的编程里面的 Y 循环也是非常简单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Y 循环。当 Y 条件表达是为真实执行循环启动语句，语法如下，看一下语法哈。Y 表达是为真实执行循环启动语句，do 和 don't 表示一个循环体，对不对？内部表示一个循环体，statement 这是一个真正想做的一些任务啊。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Y 循环控制结构又分为两种，一种结构是 Y 这个中括号结构，另外一种 Y 两个小括号这种结构啊。这个地方你注意一下，首先看一下 Y 这个中括号结构。你当你使用这个 Y 这个中括号控制结构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的空格是一定要有的啊，这地方一定要有个空格啊。如果你不加空格的话，这个地方会报错的啊。比如说 Y 空格 $i 小于等于十啊，这是一种控制结构哈，这个 i 变量值小于等于十，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 Y 两个小括号的结构，这个地方你不用加空格了，这种可以不用加空格啊。比如说 y i 小于十，y i 小于这两种书写格式，小于号还有一个 l e 这两种模式，这两种方式的话，它是采用这种括号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一种是小括号，一种是大括号啊。好，我们看一下程序演练。第一功能程序用 y 这个中括号结构控制循环的次数，输出相关的变量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看一下程序啊，y 一等于然后程序功能演练 y 中括号循环结构，首先定一个变量 i 等于一，然后 y 好空格啊，空格空一个格，至少也空一个格啊，你空两个格也没关系，但是至少必须空一个格。中括号内部，然后第一个空格，第一个变量之前要应该个空格，然后比那个运算符前后也要加空格啊，最后一个也要加空格啊，注意这个空格，注意这个空格的写法啊。好，i 等于一，对不对？判断执行那个 i 这地方判断条件 i 是不是小于等于十，这地方是小于等于十，那么做循环启动的语句。啊，循环体 do 和 don 这一组不要落了哈，然后输出 i 的值，然后呢让 i 加一，自动加一，对不对？啊，这样是相当于循环14，对不对？好，我们直接看这个程序哈，sh y 杠一杠一 dsh，好，输出14。这个程序的功能是要告诉大家是，我们用这样一种循环结构，然后呢是怎么能够控制这个循环次数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种那个写法，用 y 两个括号的这种结构写法程序功能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程序功能是演练 y 两个括号的循环结构。i 还是定义 y，i 变量等于一，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两个括号，把中括号改成了两个小括号，i 小于等于十，把 le 改成了小于等于一，好，注意这个两个小括号之前啊，可以不用加空格哈，你加了空格也没关系，这个地方没有要求那么严格，然后功能是一样的，也是输出了 i 变量，然后呢 i 累加，执行一下看一下哈，sh y 一。杠啊，dsh，好，程序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写法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种结构，y 中括号和 y 小括号的结构，这两种功能啊，这两种书写方法啊，大家掌握其中一种方法就可以。当你看到别人用这个小括号的时候，两个小括号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到它和中括号
功能是一样的啊。你只要选择好其中一的话就可以了。下面我再讲一个 while 循环，这个循环的功能是我们也是工作中比较常用的啊。这是一个无限循，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然后这个功能是每隔3秒钟执行一次程序。这个程序的功能是干什么呢？就是解决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队列这种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队列，对不对？我队列如果太长的话，我需要把队列里面的数据给它处理，让这个队列的长度减小，这样依次来解决这个来这个解决这个队列的长度问题，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fetch y 3.fetch，好，这个程序功能是演练 y1 永久循环结构，y1 的永久循环结构。什么叫循环？永久循环结构就是个死循环结构我们不让这个程序停下来一直在跑，只要操作系统在启动，这个程序就一直在跑看一下这个循环结构是怎么写的我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个死循环是怎么写的用 while 空格，刚才说了，这个注意在中括号的时候一定要前面加一个空格，至少一个空格空格里面是一个表达式，对不对？这表示为横针，对不对？你写一也行，写100也行，写二也行，写任何写多少都可以，只要这个值表达式为真就可以。do 和 done 是循环体内部。我输出，哎。我程序功能是什么呢？叫输出，这个程序一直在存活，然后每隔3秒钟输出一次程序，输出做这样一个功能。当然了，在实际环境中，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不一定是输出了，对不对？可能是调用一个服务，可能调用一个接口服务，对不对？也可能是解决一个队列中的一个队列的一个积压问题这地方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实际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语句就可以了。好，我们直接看一下，fh 管一隔三点 fh，每隔3秒钟循环执行，这样一个循环体内内部的语句循环体语句是就输出这个程序是一直存活的，一二三，你表示一直在输出，对不对？这是一个无限循环。我们再想一想，这个无限循环到底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程序？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还是说我还是怎么回事？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它虽然是一个无限循环，但是它是不是这是我们想要的吗？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让这个程序一直在运行，而且每隔多长时间一定要执行，来解决我们中的业务问题。行，我们退出这个循环怎么退出啊？退出这个程序，按 Ctrl C 就可以了行，好，这个循环结构我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 while 无限循环是怎么写的。一方面知道 while 这个无限循环是怎么写的另外要注意是这个 while 循环这个、无限循环什么场合下才用有使用这个必要，有使用这个 while 无限循环的必要。对不对？什么情况下才会使用这种那个场合？它适合用于这个什么样的场合下？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节课我们讲完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客户的作业。然后作业是这样的：第一是掌握 for 和 in 循环的语法结构及使用方法这两种循环结构。一类是解决连续序列，理解是非连续序列，还有一类是解决传统的 C 语言这种循环结构，它的这个使用方法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是掌握 while 循环结构的语法以及使用方法特别是这个无限循环，它的适用场合是什么第三个作业是编写一个程序，查找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扩展名为 DHTML 的文件，你将这些文件的编码
全部改成 UTF-8 编码，全部改成 UTF-8 编码。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如何改成这个 UTF-8 编码？它有一个命令叫 echo，echo，echo，有这样一个命令。想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写啊？这个地方我要求大家要用两种方法来写，一种是 for 循环结构来写，另一种是 while 循环结构来写。当然，在写之前呢，你都必须要找到这个扩展名为点 html 的文件啊，是不是？好，那个这个作业大家回去一定要掌握啊。行，好，今天的这个讲课就讲完了，好，谢谢大家。